蒸蒸日上，今天我们继续来捡热气球。先将纸对折，开口边放在右边，这个比昨天的稍微麻烦一点，还是先把这个外轮廓热气球的形状画出来，看其实非常的简单。下面这个位置就是它的篮子，我们用线条把它连接起来。进行装饰，装饰的时候这个位置是个月牙，这里是需要剪掉的。这里剪毛刺，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剪毛刺。那么外面的阴影位置是需要剪掉的，这里也是需要剪掉的。画虚线的地方是需要剪毛刺的地方。